正与时在缠绕，血与泪承载着荣耀，剑一晃，俗让江山动摇，爱恨之间总消磨着万世尘缘，真邪之念就在一线之间，古今豪杰三秋一生傲骨冷冽，回首看一生轰轰烈烈，中暧昧，错与对中徘徊，愧与悲隐藏着豪杰，与一笑洗尽铅华污秽，爱恨之间总烙印着宿命誓言，正邪之念转眼灰飞烟灭，侠盗之间唯一不能轻易妥协，回首看一生轰轰烈烈，一开始就一路哥，藏经阁怎么没了？快去看看，走。识相的，赶紧把五行九天丹交出来。你休想！我去帮忙。大荒八魔，说，其他几个人在哪儿？装哑巴是吧？行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各位，这是我们范府自己的事情，还望不要插手。把他压下去。是。走，走，起来。陶然居就要倒大霉了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走，走，老实点。走，走。哎，你不能出来啊！走开！哎，小青云，你可不能学你娘啊，动不动一生气就离家出走，害得我们找都找不着。是啊，你之前还教训你娘，说她不负责任，害了你爹和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向她学哦。不要住在这里啊！我们可不能放你走，要不然你娘回来一会儿会把我们骂死的。对呀，我们向你娘保证过，不能放你走的。哎，生气归生气啊，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怪鱼，你怎么来了？青云姑娘，
青云姑娘。青云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关羽非要来找你，一直闹我。青云姑娘，青云姑娘，你看，就是这样，叫了一整天了。不是你教他，他怎么会叫啊？我，糟糕，被你看穿了。哎，小青云，你的气消了吧？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走开，不用你管。你笑什么？笑你喽！你不知道啊，有多少人想挤进这陶然居，可你这大小姐却偏要逃出去。哎，果然不同的人命运也相差甚远。不过呢，我一直不相信命数，觉得一切都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这要是有你说的这么轻松，那就好了。啊，我要再这么站着跟你说话，被人看见的话，就要把我当采花贼了。你笑起来最好看，特别可爱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的鹦鹉。关羽陪着你作伴，怎么教他，你懂的。小青云，你的气消了吧？消了就出来吃点东西啊！是啊，我不要，走开。青云姑娘，蜀山弟子果然气度不凡。哼，虽有摩擦，关键之时还是会挺身而出。之前若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夫人不必多礼，危机之时我们几个人自然不会袖手旁观。各位请坐，奉茶。只是那妖人到底是谁？看样子好像和陶然居有什么深仇大恨。那妖人便是大荒八魔之一，是杀死我丈夫的凶手。其实说来话长，二人当初离开天域时偷走了他们的一样东西，叫五行九天丹。他们这次出现恐怕就是为此而来。五行九天丹是什么法宝？八魔在20多年前四处祸害人间，为了获得更大的力量，他们联手闯入地下魔窟，捉到了一条修炼百年的黑色巨蟒，然后用数百条命的元神将黑蟒炼化成五行九天丹。一旦丹丸入体，便如同接通了魔域的黑暗力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尊夫是忌惮着丹丸的威力，所以将其偷走。是的，傲然虽然身处魔地，却心地善良，因此与八魔结仇，八魔一路追到中原，傲然力战八魔，杀死了他们兄弟中五人，可最后还是不敌，青云也是在那个时候失散的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那范夫人，丹丸现在在哪儿？傲然将丹丸封印在深山隐秘之处，八魔一直找不到，后来我将其取回，藏于范府之中。天域被蜀山封印，可是南明离火剑又被盗。夫人，南明离火剑的事都是因我而起，没想到会给范府带来这么大的麻烦，实在是抱歉。丁大哥，这不是都说了吗？这件事不能怪你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这位少侠不必自责，一切都是命数使然。只是我刚刚找到亲生女儿，就要面临如此大劫，我担心青云会受到伤害，
我该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夫人，此事因蜀山而起，我们几个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理。对，夫人，我们会跟陶然君一起共同进退，不会让妖人得逞。多谢各位，多谢。小心！若不想背负更多人命，就带着五行九天丹和云中雷来陶然居后山旧庙交换。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，前来提亲的公子们全被人抓走了。以为你这样，我会怕你吗？先把人放了。是。是。张少侠，有劳你照顾受伤的各位。夫人放心。夫人，那五行九天丹怎么办？等回到范府，我再向各位解释。夫人，我们得把五行九天丹抢回来。如果那丹丸的威力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大，那到时候丧命的就不止这几位贵公子了。这我当然知道，不过他们暂时还使用不了。这当中会不会另有玄机？当初傲然忌惮那八魔来抢，未绝后患，就用自己的血给丹丸下了一个封印。现在要解开封印，依然需要他的血。可是他已经死了，难道这个封印永远解不开了吗？封印血脉相承，傲然的血依然留在青云的身体里。那妖人会不会伤害青云？不会，我的哥哥们一直守在青云的门口，当时我答应交换只是缓兵之计，只要我们保证青云的安全，就一定有机会取回丹丸。哎呀，小青云啊，你这生气生的也太久了吧，要不然舅舅给你讲个故事啊。当他小孩子。哎，小妹，小妹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青云是不是气傻了呀？现在就只会说一句话，哎，走开，走开。是啊。青云，青云。
青云，我的青云！小妹，小妹！妹妹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什么情况？哎，刚才有人送了一封信，说这个好像是关于青云的，什么情况？青云难道被关在这里？这封信是谁送过来的？那个人蒙着脸没说话就走了，会不会是陷阱？这是唯一的线索，就是陷阱，我也要去。哥哥，你们守护好陶然居。老板，我也跟你去。妹妹，小张，你留下来照顾受伤的公子，我们三个去救青云。放心吧，你们也要注意安全。走。周傲然没想到我会打你的血来解封印，放开我！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你是？是你？青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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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云呢？装什么？不是你们的人把他救走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几条人命一起算吧。快阻止他！
就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，赶快坐下吧。看着多心烦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大荒八魔打过来了？糟了，妹妹出事了。等等我，小妹，范夫人，小妹，你怎么了？小妹，夫人被大荒八魔所伤，伤势很重。小张，你快点救救他吧！夫人现在心脉受损，必须一股强大的力量替他再造心脉，才能救他一命。这个丹丸力量强大，应该可以救他一命。不行的，丁大哥。这个丹丸虽然力量强大，但是是个阴毒之物。范夫人现在身受重伤，如果强行打入，只会两败俱伤。必须以一股更强的纯阳之力护住她的心脉，再将五行九天丹打入，方可无恙。别说了，让我来。丁大哥，不行的。丁大哥，如果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话，就把我杀了。丁大哥，别再犹豫了，救人要紧。臭小子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说句话呀！对呀，我妹妹她不会有事吧？各位放心，夫人体内有五行九天丹助力，元气更胜一切，只要稍稍休息几天就好了。青云，刚才鬼门关走一遭，我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，我找了你那么久，才刚刚找到你，想到以后就不能陪着你，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。可是转念一想，只要你好好的、平安、
健康，我就算是死一千次、一万次也愿意。您不要再说了，小张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您会没事的，会好好的，会陪着青云很久很久的，娘。你叫我娘，我听见你叫我娘，青云。其实青云心里早已经接受娘了，只是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，我一不留神我就当舅舅了，真是太感人了，有人叫我舅舅了。哎呀，现在是皆大欢喜啊，大家的努力都没有白费。恭喜你青云，你终于不再孤单了。青云，其实你最应该感谢的是丁少侠，若不是他好力替我续命，恐怕我们母女早已阴阳相隔。丁大哥，真的很感谢你，刚才你动用了赤魂石之力，身体没事吗？没事。恭喜范夫人一家团聚。是啊，青云，恭喜你啊。此番多谢诸位蜀山少侠相助，才帮陶然居躲过一劫。刚才大家辛苦了，请歇息片刻，我会让哥哥们好好招待各位。青云，娘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啊？这就是我爹。爹，女儿来看你了。傲然，我找到我们的女儿了，她很好。眼睛长得像你，又聪明又漂亮。20年了，你从来不肯到梦中来见我，是因为一直还怪我吗？我找到女儿了，你可以原谅我了吗？娘，是女儿之前不懂事，女儿现在都明白了。爹原来是个大英雄，娘亲从未放弃过找我，所以青云不会责怪您的，我相信爹也不会怪您的，所以您就不要再自责了。青云，谢谢你，娘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女儿还是想请娘让我自己做主。什么事情？我的终身大事，我想请娘不要再干涉了，因为女儿喜欢的人，希望她也能喜欢我，那样的话才会幸福快乐。青云，娘当然希望你找到两情相悦的人，可是
娘不知道你还能等多久。娘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身上流着你爹的血脉，也承受了你爹家族所遭受的诅咒。此病若是不能与心爱的人成亲圆房，就会气血耗尽而亡，且万般痛苦，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。不可能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奇怪的病啊？这是你爹祖上仇家所下的恶毒诅咒。当初我也不信，你爹来到中原的时候已经发作过，娘是见过他发作时的痛苦之状。当初你爹自认为其貌不扬，以为不会有人对他倾心，便决定孤身一人去夺取五星九天丹。之后来到中原，本想找一处安安静静的死去，没想到遇到了我，是我解了他身上的诅咒。那这咒什么时候发作啊？治愈者长命百岁，不治者21岁就会发作。21岁？我知道你喜欢丁仪，怎么办？要不娘去劝劝他，你说呢？不用了。可是你已经20岁了。娘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这件事不能对任何人说，丁大哥更不能说。以丁大哥的个性，他是不会弃我于不顾的。可这世上强扭的瓜不甜，若是我真的强行跟他在一起了，我们两个一定都不会快乐的。娘，您觉得心里的痛苦和身上的痛苦哪一个会更痛呢？青云，娘并不是让别人同情你，娘只是觉得既然你心里有情，为什么不勇敢地说出来呢？可是丁大哥心里面不一定有我。那可不一定，娘和你爹当年创出这套傲雪剑法，讲究剑法配合，亲密无间，心心相印。你和丁颖练习此剑法不久，竟然配合得如此默契，娘觉得丁颖其实对你是有情意的。真的吗？啊，俗话说，男追女隔层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当年我要是放不下范家千金大小姐的身份，抛弃了她，就不会有如今的你。娘觉得如果你心里真的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勇敢地说出来，免得将来会留下遗憾。赤魂师又有异动，来。白天饮那五行九天丹，动了体内的赤魂师，不过现在没事了，不用担心。来，我们这边坐。这个是两位舅舅熬制的汤药，可以补气养神的，你喝一口。我自己来吧，谢谢。丁大哥，都是我任性。要不是我顶撞娘，弄巧成拙，引狼入室，也不会把你害成这样。可能是范夫人太疼你了，
他想看到你成亲。一切都是误会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你身上流着你爹的血脉，也承受了你爹家族所遭受的诅咒。此病若是不能与心爱的人成亲圆房，就会气血耗尽而亡。青云，青云，你怎么了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娘逼我成亲，是想治我的病呢？什么病？我娘跟我说，因为我爹的天域血统，所以我身上带了一种怪病，如果21岁之前不能成亲的话，就会病发而亡。如果是真的，你会愿意娶我，救我的性命吗？骗你的啦！这世上哪有这么奇怪的病啊？况且我在百草师叔身边这么多年，我有病他会看不出来吗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真的。那如果是真的，你会答应吗？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啊，别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。我跟你说，你已经很幸运了，你现在又跟自己的娘亲相认，就算以后发生什么事，也肯定会逢凶化吉，一世平安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，你是怎么从那个云中雷手中逃出来的？有人救我啊。是谁？我不记得了，当时那个人蒙着脸，我都没有看清楚他是谁。就算他蒙着脸，肯定也会有肢体上的接触啊。哎，是男还是女？他的身形如何？哎，还有他用的武功是哪一派的？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，难道我故意不告诉你啊？哎呀，丁大哥，当时我被云中雪下了迷药，迷迷糊糊的，我真的没有看清楚他是谁啊。况且这个人是谁，有这么重要吗？我只是想问他是谁，想当面向他道谢。啊，我要回去陪娘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喝完药就早点休息吧。丁大哥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会不会为我难过？若是我告诉你实情，你会不会答应娶我？那样的话，你对我是同情还是爱呢？范夫人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各位少侠，我知道各位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要进藏经阁一阅。各位助我对抗大荒八魔，又助我与青云相认，我实在是无以为报。这就是通往藏经阁的法阵。哦，夫人，之前听范仲范伯说过，藏经阁是您的脑海里面幻想出来的东西，先前假山上所见只是您思想所倒映的幻想，其中有何玄机啊？自上古以来，范氏一族的女子就传承了记忆力超群的天赋。外人传说藏经阁有万卷书籍，其实这万卷书籍早就印刻在每一个传承人的脑海里。各位请随我围桌而立。以手相连，
排除一切杂念，以心观心。天下都知道唐人具有藏经阁，里面有先祖收藏的各路武功秘籍和江湖秘史，各路习武之人为了一探究竟，不惜使用各种手段趋之若鹜，可是进来的人却少之又少。其实藏经阁是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哎，那夫人，请问您知道紫青双剑和神木剑的下落吗？双剑本是前古遗珍，供雌雄二口，雄名紫影，雌名青锁，可分可合。双剑埋藏于武当山翠屏峰山腹内，虽有极大仙符仙缘，不能忘取。而百年后，凶剑幽冥从魔地出世，为了克制凶剑煞气，仙人将紫影剑取出，用其罡煞之气封印幽冥剑于莽苍山之巅。原来如此，那神木剑的下落呢？真的很